小兰，你干嘛？我的消毒啊！你居然乱打喷嚏，会把飞沫弄到到处都是的。我是他的哈气。就当润润嗓吧。你他妈！我一会儿开车不会酒驾吗？老板，我想请假。不行，我弟弟两条杠了。什么？喷那么多，少给我剪头发嘛！那我先走了。等等，我的鸡毛被识破了。怎么了，老板？我抽屉里的东西给你弟弟带点。谢谢老板，这一次吃三片，这个一次吃两粒。给他一点小恩小惠，他不得为我死心塌地的工作呀！<笑>我想你拿药啊！你弟怎么样了？他很开心。马上给我滚回来工作！我马上回来。 不是说拍完照片零食分了一半吗 ？OK。